如此之后，你会愿嫁我为妻？小希，我知道我们相处的时日尚短，有些话说出来为时过早，但是此战凶险，我怕如有万一，还是想向你表明心迹。小希，若这次顺利的话。 事成之后，你会愿嫁我为妻？怎么就突然谈婚论嫁了？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可能都还不清楚。不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清楚。我们才刚认识，你就清楚我了。小希，虽然现在我没法给你什么。 也不知道此行能否报仇，但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不想后悔，所以我将这句话许给你。小希，我对你的心意此生不变。你这话太重了。没关系，小希，你不用这么着急回答我。小希。 叶姑娘，你们没事吧？来人呐，快去请大夫！是。这是唐门的暗器啊！你说他们是唐门的人？可是我看他们的剑法比暗器厉害。 幸亏是叶姑娘武功高强啊，这石长老为叶姑娘也真是奋不顾身了。这伤口要是再深一点儿，你这条命可就没了。小心，我不要紧的，你没事吧？嗯。